学长为了救学弟奋不顾身，就让自己没能毕业，现在学校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如果让福秀复学，这一切很快就会平息的。哪有人27岁了还读高中啊？我认为你们能再度重逢一定是有理由的，要克服过去才能向前迈进啊。就算这样你还是中辍生。走了，不准来学校。你当我疯了吗？还去那里不觉得冤枉吗？退学这件事，既然你这么想玩弄我的人生的话，那么我就好好陪你玩一场吧。福秀回来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第2次初恋。